好，今天带大家学习了报务专业的基础。有表现好的同志，杨幂到；有表现差的同志，王总。懵了到。希望同志们下去以后要勤加练习。左转弯，起步走。 的时候，我剪了一半，教官就喊停了。这是什么？是吗？是吗？真假的？ 刚刚开始刷牙的那一刻，然后开始拉一个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。是不是只有我跑出来了？我们班。 各单位，雷达高台下集合。 今天晚上一等，大家表现非常不错，战备意识非常强。王涛到，王涛，一看你还在刷牙，看出来了，你的训练没有白练，希望你继续保持。李锐到，李锐作为一名老同志，几次一等，动作都非常快，希望我们其他人向他学习，其他几名同志也非常不错，希望。 你们继续保持，在这里，给你们强调一点，在夜间，你们可以
以最简单的装备跑入你的战斗岗位。我们要的是速度，听明白？到。是否明白？明白。听明白？两位。